利都街行到嚟中庭啦，就唔好眨眼啦，哇！好精彩啊！咁啊，呢度咧已经成为咗咧一班年青人啊嘅打卡嘅地方。哇！嗰、那个气氛咧就非常之浓烈啦，净系睇个顶咧都非常之窝心啊！第三个打卡点啦，系喺边个位咧？啊，噔噔噔噔，俾大家啊研究下，哇！后边。大家睇唔睇到啊？非常之正！大家行得攰咧，仲可以喺中庭啊去坐下，一路饮住咖啡，一路咧去面向国旗，哇！头顶啊，真系非常之有啊，嗰、那个国五气氛啊！